跑步好累呀、啊！我真是聪明。哦，兰兰，你怎么不去跑步啊？我上厕所。一节课你上了五次厕所，现在必须把落下的圈全部跑完。小孩子不爱运动，我的机会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缺乏锻炼导致体质虚弱。要听谁？果然是魔王在捣鬼。我们快去找领事金爷爷。火灵灵，百草仙境。心神合一，道法自然。我是风，来不也不轻松，还是爷爷厉害。爷爷，魔王他又在吸收黑暗能量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要对付魔王，我的配伍里还缺少一味人参精华。人参精华？人参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喜欢生长在阴凉的地方，是一种名贵的中药，被称为百草之王，具有补气生津的作用。可是我们去哪里才能找到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，快去找到它吧。可恶，又要坏我好事！最近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，能量也在消散。禁食魔，大王，这是体虚的症状啊。大王，只要我们抢先一步得到人参精华，就可以让大王康复了。你变聪明了。好，本王就送你一件宝物。这是什么呀？捆仙绳，被它捆住的人会全身没有力气。多谢大王。人参娃应该就在这里吧。鬼鬼祟祟想干什么？谁在捣鬼？你是坏人。看你往哪儿跑。我在这儿。火灵灵，是流星啊。是禁食魔，人参娃有危险啊，快去看看。又来了两个坏人。糟了，魔法还没恢复。火灵灵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是李时珍爷爷让我们来找你的。找我干嘛呢？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需要你的人参精华配伍。我的魔法刚用完，还没恢复。那怎么办？要不你们帮我收拾屋子，我来恢复精华。没问题。人参娃就很难对付了，现在又来了两个碍事的家伙。好累啊，休息下先。人参娃，你去哪儿？我想喝水。火灵灵，给你水。我不渴了。
你快恢复魔法吧，别偷懒了。啊，恢复魔法？人参丸没有魔法了，天助我也。哎呀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去找点吃的。啊，拜托。你真的饿了吗？我马上就回来。懒鬼。先生果然厉害，跟我走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人参王。管理灵，他有危险。你抓我干什么？快放开我。人参是大补的药材，炖成汤喝，我们大王的功力就可以恢复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炖汤啊。别过来，不然我推他下去。是你们？别怕，我们保护你。可恶，禁尸魔分身大法。两个禁尸魔。这个才是真身啦。他们是在为我争取时间，我不能再偷懒了，我得赶紧恢复魔法。来呀，来呀，快来呀！可恶，竟敢捉弄我！野生，小心！哎呀，好疼啊！哇，打到真身了，隐身真棒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老是打中我？假身是烟雾变的，当然会飘在空中。快使用绝招！你不是想抓我吗？来呀！女尸娃已经拖住了禁尸魔，快使用绝招！柏林林，天人合一！都怪我偷懒，这次差点被抓住。没事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需要人参精华，开始配伍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大家准备，开始配伍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五零零，天人合一。还差一点儿，能量在消散，喝了人参汤就没事了。大王，大王，不好了！目前孩子没什么问题了。谢谢彭院长。只是以后要注意，生命在于运动，锻炼身体可以增强体质。
这是馋嘴菇，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。都这么晚了，快去睡觉。妈妈，我眼睛疼。你这孩子，每次看电视都看到半夜，眼睛能不疼吗？快去休息。哎呦！哈哈，不懂得爱护眼睛的孩子，就你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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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嘿，妖精石有反应了。等等我。嘿，又是魔王的黑暗能量。我们当地球助理是丁爷爷。哎，哈，嘿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君，李时珍爷爷出事了。什么事啊？波灵灵，魔王又出来捣乱了。还吸收黑暗，我的皇冠。注意卫生。我知道，利用孩子不爱惜眼睛，这个要马上配伍出对付魔王的方法。还缺一位决明子精华。又是这样。决明子？决明子是决明的种子，决明为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。决明子不仅能清肝明目，还能利水通便。哇，哪里才能找到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的。想阻止我？做梦！急什么？我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大王，其实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什么东西最好吃，聊聊怎么做菜，这是辣辣果。先讲正事，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草本仔他们。可是他们很强大，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。大王高明。辣死了。刚才您吃的是超级无敌霹雳辣辣果，本来小的是准备给您打涮火锅调料的，谁想到您。辣死了。先让你失明，看你怎么贡献决明子精华。糟糕，我的眼睛。神，别打，我是眼圣。我是草本仔。波灵灵，他中了失明魔法，要在一个小时内用富明星的水洗一下，要不然会永远失明的。别急，我们马上去富明星。还要多久才能到富明星？快了快了，穿过森林就到了。哼，你们休想找到富明星。波灵灵，怎么会有座山呢？草本仔，你是不是记错路了呀？不会吧。看你们怎么走。一定是禁世魔搞的鬼，制造了这个幻觉。波灵灵，我明白了，决明子因为失明，所以不受欢迎的影响。哎，
气死我了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成功的。让你们见识见识恶魔手镯的厉害。你们听，后面的铃铛草在响，旁边有人。哎呦，我怎么没听见有声音？我也没听见。不会是你眼睛出了问题，影响到了耳朵吧？我明明听见声音了。好了，别疑神疑鬼了，这眼睛要紧。我们还是赶紧去复明溪吧。这个不会也是幻觉吧？哎呦喂，真是笨死了！不对，那边肯定有人。可恶，这也能被发现？你去哪里？别乱跑！糟糕，和曹本仔他们跑散了。哈哈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就知道有人。哼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大王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休想！哎呀，我的手镯！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哈哈哈！我在，你们休想靠近复明星。禁世魔。糟糕。禁世魔制造了那么多幻象，我快要迷路了。那怎么办？一小时内找不到溪水治疗眼睛，它将永远失明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决明子精华了。还有个办法，我敢打赌禁世魔一定赶往复明溪了。你的意思，只要我们找到禁世魔就可以找到复明溪？嗯，我能找到禁世魔。你确定？啊，跟我来。只要过了一个小时，他们就完蛋了。哇，果然在这里。嗯，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看，是复明溪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靠近复明溪。可恶的禁世魔，医生，用药精石对付他。好，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果林林。本精灵出击，我变。可恶，禁世魔隐身了。他在你的右边。草本精灵出击。怎么会这样？哈哈，原来是禁世魔身上的铃铛果暴露了他呀。哈哈，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，可我还有耳朵呢。哈，太好了，我又能看见他。太好了，魔王还在捣乱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璃璃，天元合一。搞定了，终于可以庆祝了。对不起，又失败了。乖，乖！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，坚持下去，视力会慢慢恢复的。以后看电视要注意时间，真性近视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好的，以后一定注意了。